中国国航首架 C919 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并成功首航，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早晨八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里，记者看到值机区域已经有不少准备搭乘首班飞机的乘客。很多乘客表示，为了能够有更多时间近距离接触 C919 飞机，他们特意比平时早一点来机场。一直在关注这个首航的信息，我还是提前买的票，就是还不没显示是 C919 机型的时候我就买了，猜的是这个航班。像咱们当初第一架 C919 就是东航的时候，首航我也去了，一上飞机就感觉什么什么都是新的，然后特别骄傲，特别自豪。买完之后才知道这班是919，感觉还是挺激动的。 APP 里也会有一个专门的设置，可以就是专门选那个919，我觉得应该会多体验的。据了解，国航 C919 飞机为行业内首次采用延程型，也是 C919 飞机目前最宽松客舱布局。 C919 飞机已经在上海虹桥到成都天府、上海虹桥到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到西安咸阳、上海虹桥到广州白云以及西安咸阳到北京大兴等五条航线上实现定期商业运营，平均客座率接近80%。随着此次国航首架 C919 飞机投入商业运营，航班班次、直飞航线迎来再上新。9月11号起，国航 C919 将直飞北京首都至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两条航线。